Now we're in the town of Sheldon. Yeah. You can see all the way to the arcade in here. Halfway to arcade.这个好大呀，这个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算是比较大比较有名气的一个。Beautiful. Yeah, very beautiful. Darling, can I buy you a beer?
Okay, thank you. Twist your arm. How many square feet is this building? This building? Shim speaks perfect English. I just paraphrase sometimes, but sometimes there's euphemisms we use. Right. Like if you say tummy. Right. Somebody said tummy the other day. I'm like, stomach. Stomach. Somebody was saying like something went for a buck and a half at the. It's funny how simple things we say. Oh, yeah. Yeah, English has a lot of. And Joey loves it when I ask him to interpret, don't you? He loves it. We speak out. We have college students over this stuff. Uh-huh. Forever? No. This is his bar, 餐厅，举行一些活动的地方。有很多这个聚会，刚才是一些什么教师的一个学校教师的聚会在这儿举行，已经走了。这个高尔夫球场我觉得比房车营地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我观察之后是觉得，高尔夫球场比房车营地的收益要高，因为来消费高尔夫球场打球的人都是收入比较高的，而且都是固定的客源，他们每天或者每周吧，比如说来打两次啊三次啊，都是非常固定的会员。而且他这个地方离着那个纽约州的第二大城市 Buffalo 很近啊，20来个英里，很多客户都是从近郊或城里边到这儿来，这也算是近郊，这个不远。对，刚才我们开过来也就是20来分钟。刚才我刚刚去那儿，说是买了一个那个，就是西安一个餐馆做的，肉夹馍和牛肉泡馍嘛。开过来大概就是20分钟时间，因为那个餐馆就在基本上在downtown那个附近。嗯，房车营地呢，消费其实不高，因为一个就是一个车这一天。一晚上才45块钱，一般啊，一般的45块钱，就是最好的那种，像海边的呀，那种公园，州立公园里边的，国家公园里非常有名的地方才收70-80块，一般都是40-50块钱，再加上它要用水用电，你的利润可能也就是有30来块钱吧。如果是月卡季卡的话，那个费用就更低了。去房车公园里去玩的呢，主要是为了省钱嘛。开房车，他们在酒水消费方面也不如这个高尔夫球场。因为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它那个酒水的消费是相当一大部分的收入，还有餐馆，像它这个吧，还是几快餐，就是 hot dog 呀，什么 hamburger 啊这些东西。前天我们最早公布的那个视频，就是那个高尔夫球场在五指湖的那个，它是餐厅做的非常有名，排名啊，就是它的什么级别还有排名都非常的高，收入也非常的高，因为来这儿除了打球一天要消费个70-80块之外呢，基本上他都要喝上2-3瓶酒的。这个酒水利润也非常高啊，所以他这个如果再把这个餐饮这部分开发的比较有特色之后，我想这部分收益能够增加不少的。所以高尔夫球场我觉得比房车营地收益要高，看财务报告也能看出，看了好几个房车营地的财务报告和高尔夫球场的财务报告，高尔夫球场的明显的比他们要高，有的100万左右的高尔夫球场的营业收入能做到50-60万，但是这个就是房车营地，做到50-60万的就很难，贵。相比较来说，买性价比，那就是说，如果花这个100万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很普通的房车营地，它的营业额绝对到不了50-60万。但是高尔夫球场花100万左右能买一个。就像昨天我们公布的那个性价比
非常高的，就是它才不到100万，但是每年的营业额能达到60万。所以我说这个高尔夫球场比房车营地的收益要高嘛，性价比要更好一些。这个开房车营地的都是去房车营地的，开房车好多都是自己做饭呢，或者就是买点快餐呢，他们在酒水消费方面不如这个高尔夫球场的高啊。再说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高尔夫球场这个环境，你看这环境多么高雅啊，是一个高雅的社交场所。房车营地反正就是一个类似于这个老百姓啊，大家伙儿都就跑那儿去玩啊，去停车呀，是一个大众消费的地方，不像高尔夫球场，它是一个比较高雅的这么一个社交场所吧。这里边也可以盖房子啊，你要喜欢在这里边住的话，就盖上房子在这儿长期来住。你看这环境多好啊。所以说从环境、从经济效益、从性价比来说，投资100万左右能买一个相当不错的这个高尔夫球场了。要花200万就能买一个，这像这个就是名师设计的啊，它就这高尔夫球场它的设计，我们外行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内行能知道，像这种名师设计的，它在建筑的时候，它那个什么果岭啊、坡度啊什么的都是有讲究的。一般的那种家庭的便宜的那个就没有经过名师的设计，都是随便搞一搞，但这个一看就能够看出来它是比较讲究的。花200万能买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高尔夫球场了。但是房车营地也是，房车营地一般100万左右，我看了看他们的这个营业额基本上也就是在30万左右吧，跟这个经济效益几乎要差了一倍。所以说我现在还是主要推这个高尔夫球场，而且是在旅游地，就是旅游区的高尔夫球场，它附近又有大一些的城市，有很多稳定的客源，同时又有许多游客，游客过来之后来这儿度假打高尔夫，在美国是一种非常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运动，也不是说非得特别有钱的人才去打，在中国好像是有钱的人打，在这儿像我公公就一个普通的工程师，还退休了嘛，他每个星期都去打2次，都成了就是一种就是经常的运动吧。而且每次去了之后他都喝上个2-3瓶酒，光酒水消费又得个几十块钱。好的，谢谢大家观看，欢迎大家订阅和点赞。如果想买这个高尔夫球场的跟我联系，我会把我的微信放在评论区的置顶，但是我们只是这个付费会员啊，付费会员才能够加我的微信和咨询，其他不付费的会员呢，您就在这个视频区看看就行了，就不要添加我的微信了，因为加的人太多都快满了。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